有史以来，人们在进行野外作业时，如野战部队、流动检查站、地质勘探、铁路、高速公路、桥梁建设施工等流动性很大且停留时间又相对较短的野外作业人员，通常都选用帐篷作为作营工具。现有技术的帐篷在搭建时，首先要选择较平坦开阔的地形，平整地表，挖掘排水沟渠，拼装支架，搭建篷布。此种帐篷虽然设计简单轻便，便于携带，但其居住条件有很多不可克服的缺点。冬寒冰冷刺骨，夏热挥汗如雨，既不抗风又不抗雨，不防水不防潮，不防蛇虫鼠蚁，拆装繁琐，安全性和舒适性极差。一种安装与拆卸方便快捷，结构稳固，内部宽敞明亮，能抵风御雨，防火防潮，运输便利，安全舒适的宿营工具，是人们所殷切期望的。山东巨威机械有限公司耗时三年，终于研制出了一款牵引式板块折叠式宿营车，彻底结束了原有野外露营条件的历史，成为了一种现代化的野外露营工作装备。板块折叠式宿营车顶部配有空调机和照明灯，用户可根据天气变化调节车内的温度。宿营车的边墙选用新式保温材料制造，中间有隔热层，棚顶用带有保温毡与隔热层的防雨军用帆布加内衬制作，保温性能良好，冬暖夏凉，抗风抵雨。宿营车内可容纳12到24个人休息，空间充裕，设计极具人性化，有门有窗，光线明亮，有床有桌，可折叠。由于宿营车底部离开地面，所有的地板及围墙的连接部位均设有密封胶条，所以防风、防潮、防水、防鼠、防虫、防蛇，安全性和舒适性极佳，拆卸方便，设有电子举升系统与墙板液压自动开合系统，组装完成仅需十几分钟，适合于各种车辆、各种道路牵引行驶，完全符合野外作业露营的恶劣条件。板块折叠式宿营车展开的过程：一、首先拆下外罩并折叠好；二、展开第一块墙板和地板组合；三、展开第二块墙板和地板组合；四、展开第三块墙板和地板组合；五、展开第四块墙板和地板组合；六、逐步把四块墙板和地板连接起来并固定好；七、逐个将顶盖篷布支撑杆与边墙板连接起来；八、升起装有空调装置和棉质篷布连接的顶盖；九、将顶部篷布展开并与边墙板链接收紧；十、彻底升起顶盖及篷布。现在组装完毕，一所宽敞明亮的住所呈现在大家眼前。宿营车折叠收起与安装打开同样方便快捷，3到4个人也是仅需要10多分钟的时间就能完成整个工作。用牵引车拖走进入下一个工作目的地，本产品如能得到很好的应用和推广，将大大改善野战部队和户外工作人员的办公居住环境，提高野外作业效率和机动性，为国家和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。